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nter， 欢迎收看 Enterbox 的 Computex 2019特别节目。这次我们到南港展览馆二馆四楼的 Gigabyte 摊位，摊位编号是 S0512， 摊位编号刚好还是2的九次方呢。技嘉展出多款为创作者设计的桌机和笔电，让我们来听听技嘉的解说。Hello， 欢迎 Enterbox 来到技嘉科技的摊位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技嘉科技呢全新推出的 Aero 15笔电哦。事实上呢，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呢，就已经发表了我们先前的 Aero 15 Classic 经典款的笔电。那个时候呢，它就以这个非常好的电竞效能，以及非常轻薄哦，1.8公分，2公斤重，非常好携带，以及9小时的电池续航力哦。非常受到媒体以及消费者的喜爱。那这次呢，在 Computex 2019，我们发表最新的呢，就是我手旁边我手上的这台呢，它就是全新的 Aero 15笔电了。那 Aero 15笔电跟前一款的差别在哪边呢？这边呢，带大家介绍一下哦。首先呢，在我们的外形上面呢，做了一些新的变化。在我们的 A 键部分呢，我们一样是延续了之前呢全面采用铝合金，它呢是 CNC 削切出来的、哦、所以呢全机都是铝合金的。那在这边呢，我们换上的是我们技嘉全新的 Aero 笔电的 logo。 对，那另外呢，这次呢在散热的部分我们也下了很大的功夫、哦、大家可以看到呢，在我们笔电的后方以及我们的侧边呢，这边全部都是我们的这个出风口。那在底部的部分呢，全部都是我们的进风口哦。所以呢，这台笔电呢，相较于前一代呢，它的散热效能呢能够提升 30%。所以呢，像它最高端的这个 Intel i9-80的这个效能呢，是绝对可以跑得到的哦。那呢，这次呢，我们推出呢，我们主打呢，它是为了专业工作者而生的一台笔电。那专业工作者而生一台笔电是怎么说的呢？首先呢，在外观的部分呢，如同刚刚所讲，它是有这个8.5小时的续航力，以及非常轻薄的2公分厚、2公斤重哦，所以是绝对非常方便携带。但是呢，在它的功能上面呢，我们是没有任何一点被牺牲掉了。首先呢，它的这个两旁的 I/O port 的部分呢，它包含了3个 Type A 的 USB， 2个 Type C， 一个是 Thunderbolt， 一个是Display Port。那另外有 HDMI 以及一个完整尺寸的 SD 读卡机哦，所以呢，不管你是摄影工作者，或是有需要外接荧幕、外接硬碟，这台笔电呢都有办法做到。那在面板的部分呢，我们呢这次呢全新导入的是 Samsung 的MOLED 的一个面板。那呢 MOLED 相较于传统 LCD 呢，它有更广的色域哦，它支援 DCI-P3 的色域，所以它能够比传统 sRGB 多呈现出 25% 的颜色。同时呢，它也有更高的对比度，所以呢，玩家或者是呢专业工作者在欣赏的时候呢，能够在我们的面板上面看到更多的细节。同时呢，我们 Aero 笔电上面的所有的每一块面板呢，在出厂之前呢，都有经过这个X-ray Pantone 的校色。我们在出厂之前都有一个校色的程序哦，所以你要确保说呢，每一位使用者在看到我们的面板呢，都是看到最精准的色彩。那另外呢，在它轻薄的机身里面呢，我们是安装了这个最高是 Intel Core i9 八核心的处理器，以及 NVIDIA RTX 2080 Max Q Design 的一个GPU。所以呢，像说你不管是打游戏也好，或者是你有专业工作，像说剪影片啊，平面设计，甚至是呢这个像说你有3D 模型渲染的这个需求，事实上呢，在我们的 Aero 15笔电上面是都做得到的哦。同时呢，我们呢也搭载了这个 Microsoft Azure AI 的一个软体哦，这个是我们跟 Microsoft Azure 一起推出的一个新功能。那 Microsoft Azure 呢，它能够做的事情呢，就是它会记录你在使用这个笔电的时候呢一些使用状况，这个使用状况呢包含了你的CPU 瓦号、GPU 瓦号以及你的风扇设定。那这些资料呢会传送到我们这个 Microsoft Azure 提供的云端服务，它这边会搜集资料，然后呢学习哦。像以后呢你在使用这台笔电、使用同样的这个软体的时候呢，这个 Microsoft Azure AI 就可以建议你说，哎，这个最适合的设定是怎么样？那呢你不需要自己很复杂的手动设定，你呢就可以获得这个非常好的效能，同时呢也可以做到不热不吵。以上呢就是我们的 Aero 15笔电哦，它是非常适合专业工作者来使用的，在这边推荐给大家。接下来这台呢，就是专门为影像编辑设计的一个工作站台。那这块呢，采用了 AMD 最新的 X57 Aorus Master 的这块主机板。那这个晶片呢有什么特别？因为它要搭配了最新的第三代 Ryzen 的处理器。Ryzen 第三代处理器呢，它能够提供了
PCIe 4.0 的功能，然后并且搭配我们新推出的 PCIe 4.0 M.2 SSD， 让它的处理效能能够比之前前一代的呢提供了40%，然后它的速度这边有看到的话，它的最高 read 的部分就能够达到了5000分左右，然后这呢就是能够提供给影像编辑最好的一个工作选择，谢谢。这一台呢是为了专业的设计工作者设计的一个机台，那它采用了 Z390 Designer 这块专业级的主机板，那搭配了的呢是最高阶的 Intel Core i9-9900K 的 CPU， 那这一颗 CPU 呢我们 default 设定出厂直接就是让你能够到最高的处理速度是 5GHz 的一个传输速度，然后另外我们还搭配了 Quadro 的最新的 RTX6000 的这张显卡，那这张卡就是专业的工作等级的处理的一个绘图卡，那能够让你的比如说影像编辑啊，然后一些设计需要大量图绘的工作者呢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。在 Gigabyte Streaming 的这一边，然后主要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这一边的 Setup 主要是给一些想要玩游戏 3A 大作以及即时直播录影需求的玩家所提供的一个解决方案。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，透过这个画面呢，我们透过一台主机，我们可以去使用，我们可以去游玩，现在是 Battlefield 5的游戏，这边我们是同步也在进行 Twitch 上面直播，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边的笔电，这边就是一般 user 如果登录进来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这个实况组正在所直播的画面。那这边主要是要和大家说，以一般实况组来说，他们在实况游戏的过程当中呢，他们可能会使用两台电脑，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希望在打游戏的过程当中，因为 CPU 的使用率不足而导致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会有卡顿的现象，所以他们会分别一台电脑是在打游戏的，那另外一台电脑专门是在进行直播的动作。可是呢，因为我们技嘉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，就是我们透过一台电脑就可以同时满足你想要玩 3A 游戏大作以及就是即时直播的需求。那我们所需要我们所搭配的是 Z390 Aorus Pro WiFi 的主机板，还有 Intel Core i9-9900K 的 CPU 以及 NVIDIA 最新图灵的即时光线追踪 Ray Tracing Aorus GeForce 2080的显示卡。透过这样子的搭配呢，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边这样子的 Setup 目前的 CPU 使用率只有 50%， 所以也就代表说我们有更多 CPU 的使用率可以去做其他更多的事情，就像是有一些直播组他们可能会开一些趣味的功能，又或者是一些动画的功能，那基本上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搭配呢，其实都是游刃有余的。大家好，现在要为你们介绍的是 Gigabyte 的 Aorus GeForce RTX2080 三环灯风能显示卡。针对这一张显示卡呢，我们技嘉主要有三个专利。那第一个专利是三环灯的灯效，我们大家可以直接看到呢，这一张显卡上面我们利用了视觉暂留的原理，而营造出目前大家所看见的这样的黄绿的灯光效果。第二个专利是均流叠合扇，主要是透过三个超大10公分的风扇交错叠合，然后风流吹到散热起别的覆盖率会达到 100%。 那第三个专利是7个 IO 的输出，我们相较于公版卡的设定只有5个输出，多增加了2个，让使用者不再需要任何转接头，都可以满足各种需求。